起来找亮晶晶的东西吧。这里不只是缝合厂，还可以成为我们的新家。今天要杀谁？朋友就要在一起。坏着你们！王者的颅骨哀嚎的要复仇，骸骨昏坏着你们。王者的颅骨，阿卓萨斯的力量流淌在我的体内，我是死亡的化身。这的骨头也没什么问题，打不倒我。
很期待和你合作。傀儡只是灵魂的躯壳。一起来找亮晶晶的东西吧。还有很多事要做。猿猴行者，数量就是力量。你很强壮，不会有事的。一起来找亮晶晶的东西吧。就在这附近。看来你只用最上等的好货。祝你发大财。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需要帮忙的话，就回来找我。我们依循使命，必须恢复秩序。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所有的谜团都会解开。守则五，必要时大胆行事，这样才能出乎冤事者的意料之外。堕灭堡的活动异常频繁，我必须查明原因。拿着这个还在实验中的暗语，要是它能照我设想的那样发挥作用，闯入堕灭堡应该就不会死得很惨。应该吧。真棒，又有新的测试材料了。前来报道，克敌制胜。所有军备任你挑选，你一定会喜欢我的东西。我只给你最棒的东西。多谢你的惠顾。
你还真是会讨价还价。我们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。期待下次光临。所有军备任你挑选，你一定会喜欢我的东西。战况如何？猿猴行者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力量从心而生，为了克利瑟，我会当努拉切尔，为了阿卡雷克，那边见。之前我们得先了解一下环境，在推进载你飞过来的路上好好侦查这个区域。镇安西德引开傀儡，我们潜入王城，来点爆炸应该会有用。全部都就绪了，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就跟推进说一声。我们会用剩余的灵魄传送到铸造厂，到那里汇合。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走在暗影中，好好守跟紧一点，我们不能暴露行踪。我听说过你的名字，保持警觉，有间谍混入了我们之中，小心行事，目前没人发现我们。小心！这边，快！你们还没准备好？我离得太远了。知道我们会来，我担心卡利克和安西德可能遇到了危险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
有什么发现吗？一路平安，我会在汇合地点等你，希望其他人已经在那里了。分筋错骨，我需要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猿猴行者，安西德被抓走了，我们要先救他才能继续。你有秘密要告诉我吗？有情报给朱颜。你拿到钥匙后就到安西德的牢笼跟我们会合，快。你别想跑！我的荣耀！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是你的了。我遵循女爵的意志，不能再这样见面了。安静无声是合力出击，女爵的计划会成功的。我离得太远了。你就是现在算露出真面目了。需要目标，要你们好看。
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们家族坚持不懈，我们看见你了。有需要的话，推金可以载你到王城。小声一点。充满了能量，我们该起飞了。你想要什么？跟随爱意。低语。说出你的目的。朱颜，我们控制住王城了，现在可以开启通往统御者之座的传送门。小声一点。各个家族联手对我们发动攻击啊！我们需要知道他们的计划，就是、才有办法。这件护甲工艺精湛，无人能出其右。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，就连天选者的熔炉也制作不出来。为了任氏的荣耀、力量、猿猴行者，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据说统御者消失的时候，他的护甲散落在各处。如果你能找到更多部件，我们的势盟就会更加强大。无送控制的力量，只是浪费。优势。鲜血与雷霆。
学徒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有情报给朱衍吗？仔细观察。有找到什么吗，冤猴行者？老实说，我不确定你还会不会回来，这可不是赞美的话。不要相信冤猴中看见的任何东西。我会尽全力帮助你。我们已经做了很多，但是该做的还有更多。你能为我做什么？死亡也无法阻止我们。傀儡家族派了援军到生灵堡，我们必须协助齐瑞安。猿猴行者
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到勇气神殿跟我会合，贯彻正义的时候到了。你新来的吗？啊，学徒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里不只是缝合厂，还可以成为我们的新家。开张营业啦！关门歇业。
起来找亮晶晶的东西吧。随时睁大眼睛。我们今天要杀谁？如果你需要最棒的人选，找我就对了。朋友就要在一起。开张营业啦！开张营业啦！所有商品都能出价。命运让我们的道路在此地交汇。是新伙伴啊，看看你们。守则六，隐蔽行踪，时常更换手法。冤事者一直都在构思新的方法寻找我们。这个暗语可以在兽穴遮掩你的气味，把活化这些野兽的符文带回来给我，我才能更了解他们运作的方式。
有找到什么吗，猿猴行者？就这样吗，猿猴行者？所有的谜团都会解开。去发掘更多秘密，届时我们再谈。你有感受到猿猴在撕扯你的心灵吗？在听，请说。期待你再度光临。
被跟踪吧。别吸引到银玉之主的注意。朋友，说说你需要什么吧。你是来交易的吗？还是白费口舌？我就不凡人，设法在兽穴收集更多线索，我得继续研究。没必要就不要回来。你的同胞带兵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快要夺回神殿了。在这一切结束之前，我绝不休息。我们也一样。不要，如果你发现马卓萨斯的军队难以对付，那就呼唤我的名字吧。我会亲自出马解决他们。有人偷袭，杀光他们！这片土地满目疮痍，得要消毒病灶才行。欢迎勇敢的灵魂到马卓萨斯人，准备好出发就跟我说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都是你那些可恨的死灵法师，现在圣所内部里弥漫着毒雾，我只能飞到入口。里面的怪物太强了，你一个人对付不了。帮我除掉天上的敌人，然后我会亲手终结那些怪物。楷模，交给我们吧。为了御灵者，为了御灵者和生灵宝，清光天空吧。等你们结束后，我们在西边的空地碰面。空中充斥着毒气，你的肺会被血水淹没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你很急着找死，我会把你撕成碎片。但你却躲在王城里面不敢出来，我只需要一击就可以让你再也无法嚣张。我需要目标。奇瑞安会陨落。天空安全了。
马卓萨斯人到西边的空地汇合，惩罚即将降临。这就是我扬名立万的机会。可悲的弱者，你们是无法阻止傀儡家族的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死亡也无法阻止我们继续奋战。欢迎勇敢的灵魂，道路。马卓萨斯人，跟我来，我们一起进化这座神庙。告诉我目标在哪，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消灭他们。我离得太远了。让正义如雨水般净化这片大地。你说，我在听。不要回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了，准备好之后跟我说一声。我受够你了，和我对决，我会一劳永逸把你压碎。懦夫，我会在神殿把你们碎尸万段，再让你们灰飞烟灭。我看到你了。生灵宝会是我们的。终会从神殿退散，但我怕如果放任不管，很快又会陷入黑暗。不用顾忌，有话直说。傀儡家族一无是处，只会穷追不舍。我向圣光发誓，一定会把他们赶出生灵堡。你说，我在听。为了御灵者和生灵堡，马卓萨斯的人离开后，勇气神殿终于恢复力量了。我的族人一定非常希望能向傀儡家族复仇。这是他们自找的。不过袭击傀儡家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需要时间整装备战。为了御灵者，有什么事吗？野心必须伴随荣誉。欢迎勇敢的灵魂。灰烬使者，审断者的审判绝不可能出错。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，觉得你适合马卓萨斯。我为圣光奉献一生，鞠躬尽瘁，在生灵堡还得不到一席之地吗？两位，陪我散步一下。我们的志士会在纯洁神殿留下他们的记忆，但我们会走上不同的道路。马卓萨斯不适合你吗？我第一眼看到马卓萨斯的时候，只想到那些残忍蹂躏我家园的天谴军团，那些我曾经发誓要杀光的禽兽。日子久了，
我也发现他们并非我想象中的无脑亡灵。马卓萨斯的人有自己的荣誉，或者曾经有过。生前的记忆会在死后带来痛苦，如果你被生灵堡选中，这些记忆会成为负担。但为什么我没有受选？难道我对圣光的信仰还不够吗？还是我成为不死之身时，灵魂就遭到玷污了？圣光、虚无，这些无足轻重的能量在这里没有意义。审断者送你到马卓萨斯是有原因的，我们应该去了解各种缘由。不用顾忌，有话直说。西亚历山卓斯，借助这些卷轴来冥想吧，寻找你的勇气之源，思考为何我们不同。圣光一直都是我的勇气来源，但我会看看那些卷轴的内容。那是艾琳娜吗？我的爱，我的光。上次我拥抱她的时候，她还是那么美丽动人。一想到她会被遗忘，我……请原谅我。我们继续前进吧。我的长子，杀人凶手。我死后还是无法放下他的背叛。儿子，我有办法忘却这份痛苦。是你的，我们继续吧。没有目标。瑞安，你为了救我惨遭天谴军团毒手，但你还是挺身保护艾泽拉斯。你的牺牲奉献我永远铭记在心。父亲，我以你为荣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。我想我了解了。我们回去神圣楷模那里吧。你说我在亚历山卓斯，你明白了吗？为了御灵者和生灵堡，审断者认为你的记忆并不是负担，而是力量的泉源，因此马卓萨斯是你的归宿之地。我明白了，虽然马卓萨斯失去了荣耀，但是只要齐心协力，必定能重拾逝去的事物。去吧，冤火行者，我想要自己静一静。战况如何？每一次的失败都是教训。有何指示？我不会再忍受腐化的折磨了。
神圣楷模，欢迎你的到来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德拉卡，莫格莱尼对你的领导风范跟勇气赞誉有加，很荣幸能与你见面。我看到冤猴行者跟你一起，我相信他们与你结盟的选择，所以我也愿意跟你结盟。谭侯加尔玛的统治到今天为止，我们会集结部队在泽瑞奎斯做好进攻准备。你最近有做什么吗？